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陆蒋，我现在又在羽田机场了。那为什么现在在羽田机场呢？就是文当要来了。这次文当来了，我们是要来一起找我们在东京住的房子，很期待，又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。那因为现在其实时间已经蛮晚的，已经差不多晚上九点，文当过一下才会来。那我就先买一点东西吃给大家看。我买了一个麦芽咖啡豆饼，然后我还买了两个饭团吃。左边这个是炸虾饭团，右边的是炸饺子饭团。那我就来边吃边等文当。文当，ウェルカムだ。あなた知ってるでしょ。お疲れ様です。お疲れ様です。明日部屋探しだね。早くホテル行って休憩しよう。走吧。我们这次要住的是羽田机场的东横印饭店。东横印饭店呢，几乎在每个大型车站外面都有，是价钱非常便宜的商务旅馆。文当现在要去买吃的。何食べようかな。でもね、セブンのね、牛丼もね、捨てがたいなと思って。对，这里有 Seven 跟 Lawson， 文当在烦恼要去哪一个。でも前もなんか牛丼食わなかった。今回 Lawson 你しようか。我好期待。好可爱呀。最后我跟文当是买了一个卡拉克根，还有松稳牛冻，还有文当很喜欢吃的蟹肉棒，还有一瓶饮料。那我们现在准备吃晚餐，文当跟大家说拜拜，明天见。晚安，拜拜。大家早安。走。我跟文当呢，现在要去吃早餐，准备要去不动产了。楽しみ。楽しみだね。いや、朝ごはんなんかホテルの好きなんだよね。よくあるウインナー、卵、ハム。味噌汁。我跟文当来蛮晚的，所以东西几乎都已经被拿光了。反正是有饭跟面包，还有沙拉跟小菜，还有柳橙汁跟汤跟味噌汤，还有热咖啡，几乎都被拿光了。我跟文当最后就只拿了面包，还有汤跟饮料。我们拿面包有个可颂跟巧克力豆面包，都是我们喜欢吃的东西。あんたの真似するよ。嗯。やめてよ。下から映したら不細工じゃん。あんたクマあるね。そんなひどい。すごいね。でも何時寝た？今回はどんな部屋探したいですか？綺麗で広くて便利な。理想はね、なんか中に階段があって1階と2階も使えるみたいな、そういうのがちょっと期待してます。ちょっと憧れだよね。ないかな、時期的にね。因为现在时间差不多是3月、日本人的话都是4月会毕业、会换新工作、所以这时间非常的难找房子。希望我们两个今天可以找到好房子。お願いした。Hello， 大家找房子的时候不方便录影，那我这里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当天我们先去不动产，请中介给我们看他先帮我们找的房子，一坐下来就有好喝的煎茶可以喝，很开心。讨论完之后，中介带我们去看房，然后中介还带着拖鞋让我们参观的时候穿，很贴心又很可爱。那我们当天呢，一共看了四间房，前三间房都没有很理想，第四间我本来想放弃了。但文当坚持要看，结果没想到第四间就是我们想要的房子，真的是很幸运，也感谢文当的不放弃。我们现在找完房子，跟文当要来吃以前住东京的时候非常喜欢来吃的吃到饱。他虽然说也没有特别好吃，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跟文当非常的喜欢，大概就是长这样。果たして俺とルーちゃんの動画に何回登場したんだろう。欸、でも一回もない気がする。嘘。本当。マジか。来啦。あと小籠包ね。あ、小籠包。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海丼。海丼。海丼。这里还可以点拉面吃，有酱油拉面跟盐味拉面，还有蛋蛋。这个就是我点的蛋蛋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回到羽田机场了，文当要回九州了。ルーちゃんの新生活楽しみ。
今回の部屋探し大変だったね。まあね、1日しかなかったからね、大変だったけど、まあでもいい部屋見つかったね。広い部屋。我们两个一开始啊，看了很多间房子，就是都觉得没有很理想吧，就觉得想要放弃去找别的车站。最后不动产给我们看那一间的时候，我就想说不用啦，就反正可能也不会很理想。结果没想到就那一间，就是我们两个非常理想的房子。最后呢，全部来说了，我说了，重要的呢。那时候也是文章说，就去看啦，不要浪费每一个机会。写真見た時ね、すげえ綺麗だったからさ、見てみたらね、ヒットしたね。完璧じゃないけど、95%はいいから。そうそうそう、もうほぼほぼ良かった。しかも今回はさ、雨も降ってて、風も強くて、コンディション的に最悪だったよね。对，然后闻到雨伞也直接爆掉，被风吹爆。真的只有四季。到冬天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两个都还蛮灰心的，因为一方面很担心今天以前会不会找不到想要的房子，还好最后结果是好的。不动产屋がさ、10時からしかやってなくてさ、飛行機乗るまでの時間が勝負だったんだけど、その1日で決めれるかどうかっていうのはすごい心配だった。まあでも結果的にはね、95% ぐらいだ。いい部屋をね、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てよかった。次はふーちゃんが東京に来て、二人のね、新しい生活が始まるね。最後にね、ふーちゃんプレゼントあげるよ。またありがとう。ステレン。わー、何それ。ステラマンジュ。あ、私が大好きなやつ。そうそうそう。え、かわいい。かわいいね、ちっちゃい。ずっしりくる。え、卵の匂いめっちゃする。意外とね、硬いんですよ、これ。わい、つつかい。つつかい。すごいいい匂いしない?本当だな。そう、パンのいい匂いめちゃす。楽しみ。好期待。外面有一层白巧克力，然后是蛋糕，里面的话是白豆沙馅。谢谢文章。是国际。啊，もう時間経つのが早いね。あの熊本の一年が終わって、そして遠距離も終わって。熊本の生活が夢のような感じ。ドライブいっぱいしてね。楽しかったね。いろんなとこ行くのもいいかもしれないね。そうだね。思い出がね、いろいろできるし、YouTube 撮ってるからさ、なんか見返して、あの時あれしたけど、また行きたいねみたいなね。また日前屋行きたい。今年ね、結婚記念日の時に行こう。日前屋。いいね。大分と熊本のね、狭間。我们两个这次找房子的时候没有拍太多找房子的片段，但是还是想用这个影片来记录一下我们当下现在的心情。やっぱね、カメラ回してるとね、過去を思い出せるしさ。不知道三年后、五年后再看到这个影片是什么心情。那等到之后文章正式搬来东京，我现在学好的住的东西也搬到我们的新房去之后，我们两个的新生活就会正式展开了。楽しみ。这次在一起住跟之前又是不一样的感觉，还蛮期待之后的生活的。那谢谢大家今天也看这个影片。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拜拜。文章回九州了。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拜拜拜拜。好，我跟文章现在在机场，我们两个要去熊本县找房子。しても